想吃卤味别再出去买了，自己在家做好吃又健康。焯好水的鸡爪鸡翅鸡胗倒入砂锅，再放入自己喜欢吃的配菜，喜欢什么卤什么。葱段干辣椒，一块老冰糖，一包天然香辛卤料包，一勺生抽，一勺老抽，一勺黄豆酱，最后加啤酒和清水，加盖炖35分钟。这样做的卤味好吃简单又方便，赶紧试试吧。